左边的放在右边的孔里面，然后去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你起来，你看看啊，你这裤带看到没？翘起来了。我教你一个清裤带的方法啊，你把这边打个圈，那边也是一样，然后这个头穿那个头，那个头穿这个头，穿到孔里去。穿这个洞是吧？对对，两个一拉。嗯，好，裤带就系好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怎么打开呀、啊，兄弟？你这19分的，跟27分的这么横，凉风轻轻吹到，即便进了我耳根，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新，我是大飞。今天我俩想来做一个这样的挑战啊，大家可能知道，在超市里面买的东西呢会有小票、那我们今天做这个挑战的内容就是，我们去超市里面，我们不买东西，就等着别人买完东西把那小票丢了，我们再看一下他那个小票上面买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再买什么就行了。对，按照他那个小票一起买。这个咱们是完全不知道人家是买了啥啊，万一买了什么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对吧？必须也要买了，是不是？行啊，买了给你用嘛。好吧，咱们就直接去超市吧，捡一张长一点的吧。捡一张长一点的，长一点1000块。那算了。这个饼好吃。这个好吃。脆。酥酥的，赔钱大小。来，你尝尝吧，好不好吃？可以。我爱烤饼。每次来这个地方都可能有电呢，得小心一点。走吧，先从这里出去，然后再到那个点票的那里等。好，这是出口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一个超市的出口处了啊。顾客呢，买完这个商品会把那个小票呢，要么丢在那个纸篓里，要么丢在垃圾桶里。我们两个就其实不用找那个顾客去要那个票啊，太社死了。咱们就翻垃圾桶吧。看这不是票吗？对啊，这就是票啊。这个会不会有点长啊？300多。要不要换一张？这张26不行啊，太少了，才5毛钱。我来。这张不就可以吗？你看啊，果冻、点心、牛奶、面袋子、茶，这个很明显肯定是个年轻人买的。谁会买面，谁会买这种零食嘛，肯定是年轻人。好嘞，咱们现在开始按照这个票上面来找东西啊，好吗？2楼。第一个马大姐高级散装果冻，她这个是买了0.84千克，16.46块。其实我感觉要买到她这个同样的重量的东西，感觉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。0.84千克。差不多。846千克。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对不对？856克，这个是840，减不了了，也加不了了，差不了多少。啊，就这吧，走吧，下一个徐福记精致点心，她买了5.3块，110克，随便挑一点。光明红枣牛奶，这在楼上洗衣液21.8块的这个啊，我觉得这几样东西啊，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用得到的。然后洗衣液可以拿回去用洗衣服，吃的话呢可以给他们一起拿着吃嘛。就他这买的就很恶心，知道吧？他是挑的，楼上逛完又逛楼下，楼下逛完逛楼上。走，酸牛奶13.8块的，哎，不是这个，这19.8块呀。在这儿。这个13.8块也是红枣的啊，哎，还知道买便宜的。还有面这边，鲜虾鱼板面、雪菜肉丝面，下一个绿茶，这个绿茶是买了一瓶啊。其实这个就问题啊，可以从此得知这个人是一个人来逛超市的，因为如果两个人的话，他肯定说要买2名茶的。小知识啊，拿笔记好了，有可能是个单身狗也不一定。好，就这个啊，原价好像是卖3块，这个标了黄的就是打折的，就一瓶了，卖完了。还有8连杯风味发酵乳，草莓口味的啊，13.9块。风味海带3.8块。这里有个5.8块的，他没买，买了个3.8块的。素食系列啊，我感觉他买的全部都打了黄标的，黄标是打折的，蓝标是正价，来称吧。这里要找到最后一个啊，6.8块，碎碎冰。
OK， 就这一堆，170块钱，170块9毛3，走吧，可以买单了。济南好小票。好嘞，朋友们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回来了啊。那我手上呢有3张小票啊，这2张呢是我买的，这1张呢是捡来的。捡来的呢花了170，我们买的花了185。不过东西的顺序呢是反着来的，我是按照顺序往下开始扫的码，但它这个是依次往上乘的。如果这样看的话是对的啊，1、2、3，这样一直下来。那为什么会出现第3张小票呢？因为之前这个人呢，他是买了一个中号的袋子，但是我发现中号的袋子装着一堆东西，他是完全装不下的。然后后面我又加钱买了一个袋子，花了2毛钱，所以呢才会出了第3张小票。不过不得不说啊，这一堆东西的的确确呢，我觉得像是一个人买的，而且呢有一点像是给自己囤货的那种意思。2大包泡面，2板酸奶，加上一堆零食。不过这次东西呢，我可以肯定啊，这肯定是一个年轻人买的，因为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大的，他可能会买酸奶零食给家里小孩喝，但他一定不会买泡面。这个想都不用想，他买肯定是买挂面。并且我猜测啊，这应该是一个独居的人，因为他饮料呢只买了一瓶，然后买了一个这么小一罐的洗衣液。而且呢我还猜测啊，这应该可能是一个女生。你看啊，买了这2板奶，一个红枣的，一个草莓的。哦，哎，这个感觉还蛮好喝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，不要忘记帮视频点赞支持一波，长按点赞有惊喜。另外呢不要忘记关注美食哼哈这个账号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